洗就睡，臭不臭啊？呀，靠在哪儿好呢？你干嘛？干嘛？你突然睁开眼干嘛？回光返照啊！我醒不过来才好，去吧。这什么？太幼稚了，韩静，解开！这玩意儿得用钥匙开吧？你说呢？忘了。都睡了吧，半夜都没人接电话。到底怎么办？哎呀，别这样，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嘛。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次对不起，我本来只是想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，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啊，别生气了。你这叫什么呀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啊？我想吃洗手间才行的。闭上眼睛，放宽心，你在脑海里面想象一下宇宙，这个广阔又美丽的宇宙，其实我们呀，只在里面算是渺小的一丢丢。闭嘴！喂喂，干什么？喂！你冷静一点！喂，好准！你冷静一点！喂！啊！你疯了吗？闭眼。我们报警吧，打110。你疯了？要不然我们去找开锁店吧。No。天亮了，怎么办？走吧。
麻烦您了。